团长，看来山田开始进攻九台城了。好啊，让他们打吧。报告团长，好消息，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三连打退了。这么快？我军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没有伤亡。山田这可能是试探性进攻，命令部队提高警惕。是。 报告大佐，我舰已经做好坚固准备。好，命令步兵中队立刻对173团的封存阵地展开进攻，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占领封存阵地。嘿，队长，弟兄们，鬼子来了，打呀！好快的打！ 报告团座，鬼子对封存阵地发动进攻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团座，进攻方向好像不对啊。慌什么？ 这是山田的诡计，佯攻封存是假，攻打九台城，那才是真的。告诉关山河，能顶就顶一顶，顶不了，可以后撤。是。 听炮声，像是冯村方向。没错，冯村应该是173团的驻地啊。团长，日军突然对冯村进行炮击，173团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冯村，其他情况不明。山田在跟我们搞捉迷藏的游戏啊！哈哈，佯攻冯村，目的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进而对我九台城大举进攻。呵呵，声东击西，想得不错啊。 这是山田惯使的花招，命令部队坚守阵地。是。连长，鬼子进攻了。这爆炸的声音好像是从冯村那边过来的。哎，还真的嘞，鬼子在那边打起来了。这小鬼子是不是转向了？不对，这爆炸的声音这么大。 冯村阵地要够呛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这守着，我去找团长。听着，大家坚守阵地，不得懈怠。是。我想山田一定改变了作战计划，他们主攻的方向一定是冯村。如果冯村失守了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支援冯村。我问你，九台城和冯村相比，哪个重要？那当然是九台城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守住九台城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没有我的命令。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是。团长，几点？冯村失守。山田真的主攻冯村了。
他到底要干什么？现在还不清楚山田的真实意图。团长，要不这样，我带三连去看看吧。我看可以，去摸摸山田的真实意图也好。好吧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村失守了？什么？他们不是杨国，是主公啊！防线已经垮了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不可能，鬼子要的是井台，不是封村。混蛋，慌什么？慌什么？喂，喂，我是武天，我是武天，封村已经失守，请求增援。请求增援！喂，喂，团座，是山田的主力，他们马上就要冲上来了。什么？团座，我们赶紧撤了。什么撤？撤什么？丢失了山田，我怎么向上面交代？董一兵，赶快给我把电话接通，我要向师部报告。报告大佐，为什么我们要停止攻击？我们应该继续攻击啊！继续进攻，吴天会步步阻击的。我要彻底消灭幺七三团。命令佐藤中队沿左路包抄幺七三团后方，命令田中中队沿右路包抄，绝不能让支那人跑路。报告，吴团长，鬼子抄了我们的后路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啊！分散突围。分散突围不行啊，吴团长，我们得顶住等待救援，分散突围等于是死路一条啊。可现在我拿什么顶？你是团长，你问谁啊？你再不做决定，我们都完了。可现在行了，现在听我的，三营长，把你的三营和二营靠拢，集中兵力杀出去。好。哎，团座，我们怎么办？什么头怎么办？分散突围啊。好，快走，快快，江国明，跟我走。是。幺七三团被包围了！团长，鬼子上来了，快走！三哥，我们救不救？救个屁！你忘了他们以前怎么欺负咱们三连来的？我们这点人，怎么救啊？只要打开一个口子，里边的人就能出来。弟兄们，冲！是三连的好，三连的旗，没错，是三连的旗帜，怎么办？
弟兄们，跟我冲啊！冲！谢谢啊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弟兄们，谢谢弟兄们，不想不想，谢谢大家了啊，谢谢，谢谢弟兄们了。看来我没白教你们呐，啊？嘿，你谁呀？说什么大话呢？哎，猛子，这是丁教官，曾经训导过咱们三连。林连长，多亏你们三连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幺七三团就完蛋了。丁教官，这客气话就别说了，赶紧带着你的弟兄撤吧，我在这里阻击一下敌人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们伤员太多了，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赶紧走吧。好，奉天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三哥，这鬼子咋没追来？哎，这小胆去侦查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小胆，怎么样？三哥，鬼子根本就没追上来啊！他们直接往西去了。西去了？往西就小盘山了，过了小盘山就猛随腹地。难道山田想越过小盘山？没错。这山田要的不是幺七三团，也不是九台城，是整个的猛随地区。小胆，赶紧回九台城向刘团长报告，说我们已经去追击山田了，让他放心。我们就算剩下一个人，也不会让山田越过小盘山的。是。所有的弟兄听着，现在我们抄小路追击山田，出发，快点，快，出发，快，快，快点，再快。三哥，三哥，你看，山田大队，弟兄们加油啊！快点，同志们，赶在鬼子前面就是胜利，快！大伙们看，八路军，点路，一定要赶在智大队的前面，快点！报告长官，师部紧急命令。鉴于冯村一战，我幺七三团伤亡惨重，团长吴天、参谋长曹阳阵亡，一营长严松林下落不明。师部紧急命令，丁俊义带领幺七三团团长、关山河代理团参谋长就地整修，等待命令。报告。报告，三连林奉天派人送来消息，山田大队正在袭击小盘山，让我们请求支援。我们上当了，山田就是要占领整个猛随。童一兵，赶紧通知师部请求支援。是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看来林奉天判断的是对的，这就是猛随地区，这面就是小盘山。山田这老狐狸狡猾得很啊，他把我刘大炮都给蒙了。小盘山关系到整个猛随地区的得失，绝不能让山田越过小盘山。没错，不惜一切代价把山田拦在小盘山下。如果林奉天他们能将鬼子堵在小盘山，我们就能利用小盘山的有利地形将山田一举歼灭。报告团长，幺七三团团长丁俊义、参谋长关山河求见。丁俊义，太好了，幺七三团来到正是时候，快请。是。同志们，就是胜利，冲啊！大家看，小盘山乃是去猛随腹地的必经之路，地势呈马蹄形，易守难攻，是个歼灭山田大队的好地方。但是，必须让我们的三连坚守阵地两小时，拖住山田大队。独立团从南面包抄山田左翼。丁团长，你们从北面包抄右翼，这样山田就成了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飞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小蛋儿，
你必须赶回去，上小盘山，告诉凌峰天，一定要坚守两小时。团长，政委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。缺号。是不是团长他们来了？小点声，用军号给我们报信儿，让我们再坚持两个小时。坚持一下，大哥，鬼子上来了！给我打！
碰上了打。小鬼子，小鬼子，小鬼子！三哥，没有子弹了！
人吗？快！快！快快快！是我们的人，小鬼子逃到我们厉害，打！快看呀，小鬼子被包围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。
长，鬼子又上来了！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不能让英雄连的旗帜倒下。英雄连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下。放心吧，连长。准备战斗！站长，鬼子又上来了！
淹没了整个山岗，三连100多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，但是英雄连的旗帜永远飘扬在阵地上，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国土和军人的荣誉。英雄连的壮举传遍了大江南北，英雄连的旗帜激励着无数热血将士驱逐外强，解放全中国。